今日，由东阳正午阳光影视有限公司、爱奇艺联合出品的古装权谋巨狼牙榜之风启长林铺定档海报，黄晓明古装造型获网友点赞，又帅狼，朝朝马策与刀环，万里黄河绕青山。该剧由孔笙、李雪合力执导，海燕编剧，侯鸿亮制片，黄晓明、刘昊然、佟丽娅、张慧雯等主演。该剧讲述了在琅琊阁学艺的萧平京调查其兄长林君父帅萧平章一案而牵扯到大梁安危的故事。12月18日起每周一至周三播出，期待吗？